男生出门约会之前有哪个小细节特别重要？在我看来，无疑是检查自己的鼻毛有没有外露。别问我为什么知道，这把价格不到两位数的电动修剪器能帮你解决这个困扰。圆形刀头能快速修剪，而且不会割伤，比剪刀好用太多了。用完之后刀头可以水洗，很方便。每次出门约会之前记得用，干净又清爽。关键是这个价格真的可以闭眼充。